啊，呢度系中环啊，天星码头往尖沙咀嘅一个入口吓。咁啊，天星小轮咧就系、是、香港嘅百年老店啊，可以话系一个重要嘅一个标志啊吓。咁但系咧最近咧就佢哋嘅债务啊就越嚟越高。咁啊，啱啱嚟到呢個地下呢度咧，就係通告面對當前疫情嚴峻，本公司將由2月28日起啊暫停，即係關閉來往中環尖沙咀下層嘅服務，以便優化人手。咁啊，要往上層期間嘅服務一律以下層收費為基準嚇。嗱、啊，上層嘅收費咧，成人係2.6啦。星期一至五嚇，咁、啊、所以我哋睇咧，即係2.6喺香港嚟講咧，差唔多係即係同南同嘅電車都係最平嘅交通工具啦嚇。啊，咁啊，嘟咗過嚟。咁但係我哋睇到咧，就即係乘客啊，兩層加埋咧，即係都唔係好多。咁啊！依家咧就債台高築啊，債台高築，咁啊啱啱開閘啊，啱啱開閘，開閘，一馬當先啦，一馬當先，咁有五光十色啊，有紅色，有黃色，咁啊有綠色，天星碼頭，天星小輪，百年老店。咁啊，呢個上層啊，啊可容299人，咁咧空空如也啦，因為我一馬當先，咁所以兩層加埋一層2.6啊，平日嚇，所以咧我哋希望可以保存到天星小輪嗰個嘅運作啊嚇。